严哥哥，要是找到了造梦晶石，你可愿意与我长相厮守？我想先替你找到造梦晶石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我已经想好办法了。你们搞什么？不试试怎么会知道？好了，今天也不早了，那我先回去休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啊。嗯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